生命的自我认为建构起来的意义在什么，这差异很大啊。当时玄奘大师啊，他有个特色，他跟鸠摩罗什啊，这个也是我们中国的大翻译家，鸠摩罗什的翻译手法不一样。鸠摩罗什的翻译是以达意为原则，所以信笔直译的翻译方法不一样。鸠摩罗什他是把这个经论呢消化吸收之后，用中国简洁的文字把它直译，就是把它翻译过来。但玄奘大师他坚持的是说，你应该逐字逐句，也就是说他原点的风貌要给他翻译过来，所以他提倡忠于原点，逐字翻译，这是他的新规则。他认为他应该这样，才不会有些东西就是遗漏了。所以后代译经家都是以玄奘大师所定的这个规则为法式。那玄奘大师之前译的叫旧译，玄奘大师之后所译的叫新译，就是就因为有的时候一部经它会有两译三译的情形，所以旧译就是以消化吸收用中国的方式表达，那如果新译的话就是逐字逐字，逐句逐字这样子译的，忠于原点。玄奘大师他自己呢，在往西域去求经的过程里面呢，他有做了一些笔记，这是他个人的日记笔记，叫《大唐西域记》十二卷，那里面内容非常的有趣。他记载是西域、印度、锡兰等138个国家的历史、地理、宗教、神话、传说、风土人情等等，他就是记载的到哪一国啊，那那边的国家的人民啊、想法啊等等啊，那这些啊，那真的自己走过的国家、亲见者，真的踏上那个国土有110国家。然后听说，比如他有的地方小的区域他没去啊，听传闻者有28国，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大旅行家，是吧？哦，那这本书呢，也就是《大唐西域记》啊，在佛教史学跟古代西域、印度、中亚、南亚的史地文化上面，甚至于是中西交通的史料上面，都有极高的价值。因为他如实记录，或许他还画了图呢。这上面呢，后来啊，大家对于当时的这一区块，人民的生活模式啊等等啊，都是以他这一部他这个《大唐西域记》作为参考的版本，因为他是如实的记录。那他的这个《大唐西域记》，欧美跟日本的学者又非常的重视，因为当时不像现在有好遥远的望远镜跟摄影啊设备啊，那没有这种记录，完全是用文字甚至于绘图去作为一些史实的记载的啊。那继续呢，话说到麟德元年664年2月5日逝疾，玄奘大师世寿63岁，有的说65岁，有的说69岁。那玄奘大师圆寂之后，唐高宗哀痛余恒，就非常非常非常伤心啊，那为之罢朝三日，就三天不上朝，太伤心了。追谥大辩觉，就是追封啊，他叫大辩觉，敕建塔于樊川北原，就是建了一个塔。那之后呢，皇朝乱起之后，当然政局会有变化嘛。这几千年后，这也是成住坏空啊。在他的灵骨啊，就改到南京去立一个塔。那这个塔呢，在太平天国就叫清朝了。这是历时一千年了。到清朝太平天国的时候，这个塔就倒了，就没有人在整理它。这是什么时候的大德？
也没有人去在意的。那一直到这个动荡又平静下来的时候，对日抗战，当时日本是不是有到中国？大概有八年抗战嘛。后来对日抗战的时候啊，日本人入南京，那在修路的时候，因为那塔已经倒了，在修路的时候挖挖挖就挖到玄奘大师的头盖骨顶骨。那当然他们有很珍贵呢，这是千年的一代大师的，所以呢后来就是日本人就带回去了。那一直到就是战争又平息之后，那日本人再把这个玄奘大师的顶骨头盖骨还给我们中国。那当时是就是蒋公嘛，蒋公的那个年代，我们抗战赢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最后呢接收了这块头骨安奉在南投县日月潭的玄奘寺，大家可以去啊。所以我们呢与有荣焉呢，一代的大德人跟我们距离很近耶。这个是他这个概略的一辈子。那有一些重点啊，我们真的可以好好的去了解玄奘大师啊。他在真的要去西天取经的时候，他内心是抱着什么样的理念而持续去行他，这就是一种愿呢。读到这个真的很赞叹。讲到哈，现在从他开始出发的时候啊，玄奘大师啊开始出发往西游嘛啊，他往西天要去取经，才走100多里，才开始出发100多里的时候，哎，走错路了，这路况不明，然后呢，他要去寻找一个野马泉，因为你这一路走去。最缺乏的就是饮水问题，因为这是一个沙漠地带啊，你要经过这个大戈壁沙漠这一块，还要经过那么多的高山，所以呢，他迷路了，然后要寻找这个野马泉，哎，又没有找到。你没有找到，应该是多久之后有一块绿地呀、绿洲啊，有泉水，这是应该一定要补充的嘛？没有。然后他就下了这个马，想自己一定有带一些水，想要喝的时候，一不小心这个袋子啊，这个水很重，一不小心袋子就掉到地上，失手负之，这个袋子的水全部就流光了，千里行之，一朝失庆。那你本来袋子，你只要看到水，你不可以喝。你不要喝你的水，你应该就赶快补足水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继续前进，哇，这个水也没了，然后又迷失了路，想着想着，盘回不知所去，乃遇东归，心里想着，反正我出发还没很久啊，那我现在到哪里去？方向怎么办？先回家，回家去，然后把水什么地理环境啊什么再问清楚，要不然也找几个同伴。就一起走吧，人一般正常是会这样想。如果你已经走很远了，想说再回去某菜，就是才走100多里嘛，所以他就好吧，往回走，他走，环至第四峰，也就是他本来走过很多山高山呢，这样，然后行10余里，就往回走，走到第四峰这个地方，然后总共才走10几里啊。他心里就想了，自念心里想的，我先发愿呢，我有发过愿呢，若不至天竺，终不东归一步，今何故来，宁可就西而死，岂归东而生。他说我自己发过愿呢，我要去天竺，我如果没有到天竺，我不可以往回走，回到东方，那我今天为什么还要回来，我宁可这样子啊，往西走，然后我在路上死了也没关系，我怎么可以违背我自己的誓言，然后往东回头走。这个人是不是很坚持，这种愿力不可思议。没人改唱，没人改门，也没有人拿着枪顶他，对不对？
可是他就是这么坚持。这个不是累世对于佛法那种坚定的意志，我一定要把我心性的问题弄明白，你不会有那个勇气的啦，不可能有那种勇气。我们一般人很容易为了一点小小世间的障碍，就啊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一门不计较，让一门不计较啊，水一下都破了了啊，不计较，对吧？但是他是好，于是玄佩，于是他跳上这个这匹马马背上啊，然后心中想，我就是要往西土去取经啊，专念观音，西北而进，就专念观音。然后这时候是孤零零一个人呢，四顾茫然，人鸟俱绝啊，也没看到一个人影，那也没看鸟的翱翔，因为已经进入到比较沙漠的地区，鸟也要有食物有水啊，有树可栖啊，也没有看到人，也没看到鸟。人家说鸟不生蛋嘛，夜则幽离举火，烂若繁星；昼则惊风涌沙，散如时雨。那晚上啊，这个晚上啊，深山的那个鬼怪啊，都有那个鬼火。晚上啊，妖离举火，就是那鬼火淋漓，这样讲哦，飘飘飘飘飘啊，烂若繁星，哇、哦，很多很多很多，就好像天上的星星在那边摇动啊。好，那白天的时候惊风涌沙，有时候来一阵风的时候，那个沙啊，沙漠嘛，那个沙飞扬的时候，你什么也看不见呢、啊，你根本就是埋在沙堆里面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散如时雨。那个风一吹打下来的时候，就是打沙尘的雨嘛，啊，这是实在，这是怎么能够走得下去呢？啊，虽遇如是，心无所惧。碰到这样，他还是不害怕，就是一个坚定的愿力啊。所以呢，淡苦水尽，唯一就是麻烦的是没有水了。还是没有水怎么办？渴不能前啊，这很渴啊。要越往前，那咱一般来讲，温室没有啊，温室，你温室耶，你往沙漠的中心走啊，你路起是路大嘞。但是他没有害怕，他坚持，他发过愿的。如果他学佛，他应该在这个内心应该也有所体会的，他应该肯定于诸佛菩萨不可思议啊，他淡念观音嘛。他的信念是够的，信念是够的，我要完成这个愿力这件事。读过这么多论述是菩萨做的，菩萨一定会讲他的过程嘛，他的体悟的。那菩萨能够这样，那这个诸佛，十方诸佛真是无所不在啊。那我这一点点的愿力是真的要在这上面参学，我真的是要把佛法能够弘扬到我们这个唐土来。如果我这个愿力不能完成的话，那么这个诸佛所说就是妄语了。因为世尊教出家人呢，你要忧道不忧贫呢，你要知道你要完成的是什么呢？你不是在世间的这个色身上面去生人们来来去去做文章呢，对不对？你的愿力是什么？不可思议啊。所以呢，他经过了四夜五日，无一滴沾喉。他经过五天四夜，没有入一滴水，那是会干掉的。没有一滴沾喉，口腹干焦，即将陨绝，不能前进。他实在是虚脱了，没有办法啊，然后就马也是不行了。那这个时候啊，睡卧沙中，默念观音，他就躺在沙堆里，马也不行了，大概两个都趴在沙下面了，两个都劈了一下，不知道要怎样。但是他心内就是一直念观音菩萨，他心中就念观音，虽困不舍，虽然我到了绝境困住了，我没有舍这个正念，我没有舍我这个愿，
没有说，他就在心中默默的祈告菩萨，他就跟菩萨说：“玄奘此行不求财力，无计名誉，但为无上正法来耳。仰为菩萨慈念群生，以救苦为物，此为苦矣，您不知耶？”他就跟菩萨说：“说到玄奘啊，我这抓路要去吼，不是要求财啦，我嘛不是要求这个名。”我只不过是要把这个正法，要把这个正法弄得明白。所以啊，菩萨啊，你的愿力啊，观世音菩萨，你就寻声救苦啊。所以啦，你慈念群生，菩萨你这么慈悲，你都想到众生，你都想要救度众生的苦啊。啊，这就是众生的苦。这么多人不知道佛法，这就是他们的苦。我这句要去印度取经，我这个艰苦也是一种苦。菩萨你敢不知道？说得很明白的，说得很明白的。他不是跟菩萨说你哪不知道，不行，他是说菩萨你一定知道。 他这个时候如是告示，心心无错，他就一直把这个念头一直发射出去，一念一念当中都没有停止，他就不断的在释放那个念，说：“我不是为了名，不是为了利，我是为了正法，要救度众生的苦。我就是安尼这粒心尔，我就是这个愿力尔，一念头拢无色。”他念念精进，念念清净，因为他不会个人呢。一念头拢无变化，各位同参道友，你若任何麻烦来时阵，烦恼来时，你若念头讲，我即句是要明白我，一切烦恼都倒来，我一定要甲看好清楚，我无爱着迄个是非内底。你若甲家己安尼讲，你用你的法门，你家己讲，我学佛就是爱用佛明白清楚。要看到我的本性清净是啥，你若家己安尼，你念头就会走去外口学白说，对不对？你就对你的法门、甲你的内心啊，安尼落去慢慢啊、慢慢啊进展。伊就一直甲菩萨安尼讲，啊，因为伊四业五智拢无另外一滴水啊，啊，到这个第五昧啊。第五夜，夜半半暝时阵，忽有凉风触身，冷快如墨寒水。有一阵风来啊，这风凛凛，啊凛凛啊，就吹来了，嘿，吹了凉啊，凉哦，目睭都被金啊，睡得目明，马亦能起。这个可能就是观音菩萨的甘露。一阵风吹来凉凉，马嘛背起来。伊嘛背起来，他这个时候啊，很舒服，体悸苏息，得少睡眠。哦，这个凉凉，本来都被吸被吸，啊，这个时阵，伊念头拢无改哦，无转呢，对不对？就一直这念，我是为着正法离去的，我就是这个，就是干那这念尔。啊，结果吼，啊，就吹着真舒服，马嘛背起来，伊嘛起来，但是人真虚，结果就要困去。本来可能是弥留啦。啊，这个时候，然后体悸苏息，得少睡眠，他都困去，他困去在梦中了，出现一个哈，急于睡中梦一大神，长数丈，直戟挥曰：“何不强行而更卧也？”在困的时候，一尊足大尊、足大尊的一尊神，就是护法龙天呐，啊，要不就是委托，要不就是切来，你的功行嘛。好，哎，就管就管就管嘞，然后持了一个那种兵器，古代的兵器呢，啊，丁卡是没有笔切呢，啊，那种叫戟，尖端有分支状的那种兵器，然后还有一个徽，徽就是指挥军队用的旗帜啊，冲啊，不是有那个三角的，啊，那你是吴，你就写吴啊，你是越，你就写越，有没有？
那个那个旗帜，然后他就拿了这个武器，就挥着跟他说：“何不强行啊？各位爷，你跟背起来，紧行，搁在困，不是该画的对吧？”啊，他这个时候法师惊悟进法，啊，这玄奘大师惊醒了，好紧行，紧行，紧行，背买叮当，暗暗。但是凉啊，趁着凉，你莫阁困啊！你明仔载起来，你就打死啊！好，那伊就爬起来，好，行可十里，就是骑着马在走，啊，走了十里的路，啊，走到这个地方，啊，这匹马突然之间呢，异路置之不回，啊，这匹马奇怪，行到这时，自己弯一个路啊！我一个所在，啊，就挖过，啊，一直行，一直行，一直行，一边我家己有拢有未，有未掂嘛，啊，就不止啊，就是自己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好啊，经过数里行，归里了，看到青草树木，啊，就是看到那绿洲了啦，啊，还有草皮呀呢，啊，就放了马，那马就好好吃吧，啊，下马自食，让马你，然后去好好吃个饱。然后他就自己一定在那里看啊，距离这个草哦，无远啊，十步去草十步，无远的所在，一回头，哎，看到一块的水，看到有一池的水，水甘澄净澈，急而就饮，生命重泉，人马俱得苏醒，啊，看到一块水，哦，真甘。真甘心啊，真甘温啊，好好啊，去淋水休困啊，淋七七的了，哈哈，身体跟性命啊，人跟马啊，又可前进。然后他看一下，又把这个观察起来，因为如果玄奘大师一这理路这么清楚，这人诶都细腻呢，伊就观察起来，这草不是古草。那古草，古的草拢来草大草大一大一大，啊新的草安尼青扁扁，啊你若古的草甲新的草，你会看到古草待咧下骹，有一缘呢，下骹古的草的做底呀，啊新的草才发起来。但是一看这草，这毋是古的水草，就是这大拢新发的，啊，知影这是菩萨慈悲啊，感应。神通变现，这块你给他休困的呀。你说反正哪是哈，至诚啊，感应道交菩萨所现，差不多是当这类的，他生命就有经验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诸佛菩萨的慈悲加倍啊。你有一个众生有这种的愿，你说诸佛护念诸菩萨。对吧？啊，你做菩萨就是要度化众生。你看众生有这愿，你敢会袂助伊？当然是会啊！而且伊用生命做交换，伊就唔惊死呢。你若唔惊死，要合乎你绝对会成佛嘛。你若惊死，要合乎就歹讲。这一定的道理嘛。好，啊，今物阁继续行，这故事真精彩，真赞叹。好，阁继续行，往东南行2000余里。中红中红的呢，经过四个国家，啊，这边被进入印度啊啦，啊，一度印度的北方进入嘛，顺琴茄河侧，去进入之后啊，顺着的恒河的是印度最主要的这个啊几条河，人民都是靠河边而发展嘛，中国也一样啊，靠黄河流域啊，长江流域，你知道五谷丰收吗？顺这个琴茄河侧，安尼慢慢行，慢慢行，慢慢行。有丘贼呀，有丘贼，虚人祭天。因为啊，在过去那么久以前，总是会有一些比较小部落，我们土著啦，当地的啊一些风俗，还有一些小小的聚落。啊，这小聚落语言可能跟外口嘛不算同款，然后过去。传统留下来一些想法，所以他们要有人来祭天，那祭天呢都不用自己的人，都抓外面来，自己比较不相信。
对吧？人拢是有感情的嘛。啊，因为一顺这个情结合，就是恒河，这是坐船。到迄段时阵是坐船，啊，坐船呢，啊，感官这艘船同舟有18个人，好、啊，拢和这个秋贼的这部落，经过小部落，这部落的人拢给掠起来，18人。那话说啊。这次是坐船呢，船上的18个人都被这些小部落的这些人给掳获了，那就选呢，选到了玄奘大师来祭天。啊，当然咧上庄严的呀，所以那祭天的时阵，天一定是上盖满意的，所以能够遴选这个都是要啊那个童男童女啊。相好庄严，啊，他这个唯选藏公啊，堪充天时。好，那结这个坛呢，就是祭坛在河的上面，然后就要把玄奘大师放在这个祭坛的中间，就是祭天之后还要给他煮熟来啊。那这个时候，玄奘大师啊。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支援，取救无援，无人会救伊啦。言语也未通，而且迄18人拢互绑掉啊，参伊18个嘛，拢绑掉，你哪有可能上来救你？所以呢，玄奘大师啊，伊就观想，就一直想着慈尊弥勒如来跟东下住持三宝。就是想着佛法僧三宝，搁想着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因为世尊已经在过去了，那现在不是就很多菩萨吗？很多菩萨，当然这是法身大事啊。观世音菩萨伊嘛求鬼嘛是有效啊，爱着想啦，又想讲哦，伊有啥物能力，好，那有啥物因缘，缘了啊，这个弥勒菩萨来世间成佛的时尊，他也能够。这个时候得受记嘛，啊，所以伊也想着，啊，这三宝呢，无法精啊，啊，这法那无的时阵，只有身重留着，最后留着是什么？一波雷容啊，你没有内容啊。佛，我们知道有释迦牟尼佛，可是它内容你不知道，你只是成为一个身重，你都不知道要补充啥，你有真多。就不知的东西，所以伊就想着要让这个常住三宝啊，然后贺丹如来家也大概怎样，你好好是学啥嘛？所以伊书底下吼，心内都是安尼发愿，他就私发誓约，又没人可救啊，他就想着余韵未绝，慧蒙放生，我大概都已经要甲真要甲住啊，先生。伊嘛去个想着讲，那是有迄个因缘呐。我那是要完成这个愿望哦，应该我不会遭到这样的苦难，因为前一个经验有啊，是不是？他是不是更有信念？你在祈请观音的时候啊，你在那种真正死亡的边缘啊，观音菩萨就会示现。有这个绿草，有这个水源，让他可以活下去。怎么可能现在不闻不告供呀？去祭天，是不是？当然他是不会跟这些佛菩萨计较，但是就知道这就是自己的一些苦难，但是更会激发自己坚定的意志。像这种哦，同学，你真的有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你真的要有真正清净的信念。他说：“有愿的必成，啊，没愿的不要多了，啊，有愿的话，你真实的愿，就这样。所以他心里这样想的，想着说啊，那命不该绝，应该每公正经去祭天呐、啊，啊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跟大家讲啊，那哪不修度的时候，你嘛未遭受到这个灾殃。”跟我同款，被绑掉，因为因是算我一个人尔，哈、啊，恁这17人应该是无辜的啊！哇、哦，啊，同桌的人呢、啊，
大家听到他这么慈悲哦，大家都嚎啕大哭啊，悲涕嚎哭啊，大家拢哭啊。我讲姐姐，这么有修有道有这道心的人啊，有这愿力的人，啊，你这个部落的人，那要俩伊来祭天啊，是大家都在哭啊。那忽然之间呢，恶风四起，一阵奇怪风。好，啊，你来吹过来，啊，这个贼船啊，你看这个贼就是海盗船的意思啊，啊，这个贼船啊，叫啊这个恶风啊，怕这个病鬼，贼船而覆没，啊，这个船就覆没了，飞沙折木，弦怀恐怖，啊，这个风啊，恶风啊，吹来啊，乌天暗地，准啊病鬼，不是病你这个痰呢。是冰的贼船，冰到真丢。这个时候，那十七个人呢、啊，就跟那个贼说啊：“此人可悯呢、啊，语言不通，但是闭嘛，没有闭啊通。因为一赶快呐，以前柯林吉那个地方也是属印度的某些人士嘛，因为已经去到印度境内啊，所以讲此人可悯，这个人呢、啊、是你不可以杀他的啦。”啊，这个人真的，你需要发慈悲心去看待这件事啊。这个人不辞危难，专心为法，利益边陲啊。君若杀之，罪莫大也。你看这个人，他是为正法而来呢，是来求法的啊。他是要利益边陲，因为他们心中看到唐土，就唐朝的这个地方叫边陲。我们讲讲以前在中国，这是主观啦，这主观。一个他是要去帮助那些边陲地带的那些人众，所以你今天要拿他来祭天呢、啊，你进一个材料哦，你也罪、大条了啊，罪莫大也，宁杀我等不得损他啊、哦，宁可你把我们杀掉没关系，但是这个人你要放他走。就讲玄奘大师了、啊，那众贼闻之，投刃理愧，受戒毁尸，放随所往。啊，这个贼啊，看到真的哦，这个天地为之变色，你敢杀？你杀看看。啊，他们知道自己错嘛，所以他们就放下他们这个刀，然后向玄奘大师礼拜，跟他告罪，然后。受玄奘大师的教诲，还给他受戒，然后就松绑啊，放玄奘大师继续走他想走的路。所以真的愿力，十方诸佛、诸菩萨、护法龙天皆护佑，就是这样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担忧，对不对？那继续走咯。这只是挑几个故事说啦，事实上大家可以去读那本书嘛、哦、好，然后慢慢走到伽耶山、啊、伽耶山就是释迦牟尼佛成道的地方，如来应俗救思成道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在那个地方成道，菩提树就在那个地方。那在这个山上面呢，有石塔高百余尺，它就有一个石做的这个塔啊，那个地方啊，就是当时世尊说，这个宝云经，很多经典都在那里说的。周围啊，它有40里以内，圣迹充满，就是有很多当时的一些菩萨啦、大德啦，还有世尊呢、啊，他在那里弘法的时候啊，那有一些这些大德所走过的路留下来的一些故事。那当然有很多灵验的事迹。那这个山的西南方的这个地方，就是释迦牟尼佛成道的地方。那个地方有一个释迦牟尼佛当时的金刚座，其实就是用石头堆砌起来的。那周围这样百余步都是就是当时信众，后来大家都在那里礼拜啦。在那里栽养啊的地方，
那有建一个寺，就是现在，那个时候的现在就是当时啊，玄奘大师那个时候，那里有建一个寺叫菩提寺。然后这个寺的南方啊，有一棵树，菩提树，高五丈许，很高啊，这个菩提树高很高，五丈许。然后绕这个树的边啊，都是有砖啊，把它围起来。这个当时是当时的景象啊，并不是现在啊。现在的菩提盖亚已经建设不大一样了。那当时当然还有一些城墙嘛，因为那里是一个寺，寺当然就会有它的城墙。那这个城墙的北门，这个地方的北门外有大菩提寺，就是有一个菩提寺。那这个菩提寺有六院三层，就有六个院，什么东什么院西什么院，就是什么院这样，那建设有三层楼这么高，那墙很高，都堆砌四丈这么高的墙。当时是狮子国的国王买那个地方来造这个大菩提寺的。那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些特殊诸佛显灵的事迹。那个地方啊，他们的12月30日，也就是换算我们中国农民历里面的正月十五，他们称那个月叫大神变月。这那个月份里面是有诸佛显灵的神，那个神机的一个时段。那只要到那一天12月30号，也就是我们这边的正月十五元宵的那一天必放光瑞，就是会有放大光芒，天玉香花充满树院，就是天会有这种香气啊，香花飘落下来，然后四处都很庄严。那玄奘大师到这个地方啊，不觉梦觉良久苏醒，他来到这个地方，听说这个地方要放祥光啊，到那一天啊，一定会放祥光。他看到这里的景致，还有一个寺这么大这么大，他看到了之后啊，昏倒了，真的好不容易才来呢。你看他这个命啊，几条都，如果是世俗人呢，你几条命都不够。你看那几个灾难啊，那几个困境啊，根本就活不过来的。所以他是千里迢迢，真的去朝圣呢。他来到这里啊，看到世尊的金刚座，世尊成佛的菩提树。啊，真的有世尊这个人呢，想来就感觉家己真感动，所以要昏倒了。然后呢，力睹灵相啊，真的他一一看到，当时记载啊，史实里记载到那一天呢，必放光芒啊，真经去看到呢。那他心中就是很感慨，心里就是感觉呢，真感慨，说世尊当时成道的地方，那世尊成道的地方还在，而且世尊的佛法还传承下来，然后修行人这个整个的真正的修行能够测见自己的本来面目啊，然后果真是这样，还有这些灵验的事迹，然后我活在那么边缘的地方，这个是对于自己轮回有深刻的体会。你自己轮回有深刻的体会，不能够执佛事，有无限感慨，是不是呢？如果执佛事，是不是礼拜世尊好啊，听伊给我牵一挂，然后讲一下，给我骂几句，给我指导一下，是不是殊胜呢？所以呢，他实在身在末世不见真容，背负梦觉哦，讲起想着讲，我看伊可能也真虚荣啦，惊盖故，应用不良，
我想操啦，去到遐想着家己安尼身在边陲，千里迢迢啊，辛苦啊，万般艰辛啊，再来到遮，确实有世尊呢，确实有金刚座呢，确实有这个事迹呢，确实有看到放光呢。啊、哦，伊正经知影这是事实啊，生活是真正的代志。啊，家己吼，毋知懵懵标标，什么时阵才会见过？所以啊，不见真容，我都看到世尊了。嗯，真正在世间成佛的真容。啊，当然呢，边啊吼，嘛有人吼，在遐共同礼拜嘛，行到遐啊，都该安慰。那这个在话说他们那边哦，有大家都知道，有两件事，有两件事倒数。很多人都会在这个七天七夜七夜里面净身供养，因为在这个日子的前后都会有人大做供养。好，因为你自己固定的就是正月十五，好，有两件代志会发生。第一就是讲赌光相及悉数夜，好，在那一天呢，会有佛的毫光大放光芒，因为那是佛成道的地方。第二件代志都有几张秋，几张秋哈，每年树叶到夏末，就是夏天那个结束的时阵哦，有一天内底，几张秋外树叶完全拢脱落，那天啊，通系新秋，雨固其等，就是那一年呐、啊，树叶啊，那一天呐、啊，夏末有一天里面，这个树叶全部飞下。然后一暝内底，这个树叶全部又长好，跟原来一样，换新生。一夜之间，所以叫悉树叶。那这个时候实在是不可思议啦！玄奘大师就在那里等待这两件事情嘛。啊，那个时阵，大家足侪人，足侪人倒数出家无出家啊，哈，真侪人都有千万到那里。去礼拜，嗯，啊，当他到那个地方，就有一些人会跟他交流佛法嘛。啊，有一个居士，大乘居士，伊就感谢玄奘大师哈，为他开示，去解释《瑜伽师地论》。那他们那天晚上还在用功，还在对谈，啊，谈一谈。那天晚上啊，突然之间呢，突然间呢。啊，这等会拢会到啊！这应该以前就是一种小小的那种烛嘛，就是那个灯的亮度都看不见，就是不重要了。我们大家有没有点过蜡烛？天灯的时阵，你天灯的时阵，这蜡烛点的是不是足光呢？啊，你那里讲灯哦，灯来的时阵拍开了，你这蜡烛就变作敢那无效，你就无看到伊的光啊。意思就是安尼啊。意思就是安尼，哇，这个突然之间啊，通明恍然，就突然之间，哇，好亮好亮，它是在屋子里面呢。突然之间好亮好亮，内外动然，里外都很亮。然后他们就想说奇怪，这个蜡烛的灯就没有效，因为感觉奇怪啊，所以就出这个草炉啊，就是这间厝啊，远望那菩提树。啊，看到菩提树的下骹有一个僧众，有一个僧人，手提一粒舍利，应该是佛舍利，手提一粒舍利，吼，啊，伊大细吼，就敢那人的肩头啊，呢，如人指，好啊，这个舍利啊，放大光芒，在树基上，就是在这个菩提树的下面啊，这个求金吉大师家。好，大家看，哎，这光芒啊，就照足天地，就很亮很亮很亮，照好远好远，因为他们在远处嘛。啊，大家看到了，拢摇拜。啊，摇拜这个时候，玄奘大师哈，一把就看到这个瑞光啊，那心中啊一直在想说，这个光怎么可能呢？那是什么机卡？那有办法？正经安尼一粒舍利啊，这。我帮他放光，放他这么光，心中还是会想，是不可思议。哪里你也怀疑嘞？哪里你也怀疑？
你想说那些不可思议，当然不是怀疑佛陀啦，真的是不可思议。他一直一直跪下，他就很虔诚的，一直跪，一直跪，一直跪，跪到天亮。啊，天亮当然了，他的怀疑也越来越淡了，啊，这个光也越来越暗了，因为天亮了嘛，而且为夜间，啊，这个大乘居士的蒙仪啊，蒙仪公啊，嫉妒灵锐，心无疑耶。那你看到了这么亮，你对于佛陀成道的事实，佛陀成就的一切，成实相之智而来嘛，成如实之智而来嘛，对不对？你说你怎么会怀疑？你就跟他表明说，我真的是怀疑他不可思议，这个光从哪里来？然后这就是一件事咯。然后慢慢的这个居士跟他说，我过去跟你一样，我有怀疑。其实同学，你会不会怀疑你有佛性？我相信在座的不会。有的人是会怀疑，我有一天如佛吗？我可能成就如佛吗？众生真的跟佛是一样的吗？一定是这样怀疑你啊。我跟我多几天应该跟佛祖同样，应该跟菩萨同样，我有主宰，我有智慧，这是每一个人都会自我怀疑的。但是你如果看到这些瑞相，看到这些事实，你不用怀疑，世尊他都没有打妄语，他讲的都是真的，千年后还是这样。然后这个寺就是大菩提寺，在往东边这样看过去，有一个山叫区区刹波陀山，就是经论里面翻译过来讲鸡足山，因为那个山啊有三连啊，三连，然后这样看起来就像鸡的脚这样子，直上三峰，状如鸡足，所以取名叫鸡足山。那这个鸡足山呢，距离这个菩提寺有100里。的距离，那上面呢，就看得很明白嘛，从这边看过去看得很明白。而那个鸡足山就是大迦摄尊者他入定的地方，他在等弥勒尊者，就是弥勒菩萨在世间成佛，弥勒佛的时候，再把这个衣钵传承。这个要不要怀疑？悉听分辨。那再讲，他已经到印度了，在印度的，我们就是对于这个，我们当然是看这个文字的记载啊。那很多人他真的有去过，真的有去印度朝圣，菩提伽耶。那上一次呢，我们寺里有一些师父，他们以前他在居士的时候有去，那还有一些人就是特别的，就是去到那里去修行，去礼拜。你说去到那里开始不一样的感觉，真的不一样。他说出不出来，你是说不出来，去到那里就是烦恼顿消，你就不去想世俗的事情。现在继续继续那个玄奘大师，慢慢慢慢走。那当然这些该参访的地方他会去参访，那当然他还是要就学嘛，要去那烂陀寺去那边就学。然后唐朝他们翻那烂陀寺叫做施无厌。为什么叫施无厌呢？布施没有厌足的时候，施无厌。这个寺呢是南瞻部洲里面最高最高，你所有的寺都不可以高过他，都不可以高过他。那这个是武王五个皇帝共同筹资把这个那烂陀寺建起来的。那这个寺里面有五个院，那一样啊，每一个门呢都是非常的坚固，里面周闾四重高八丈许，那个围墙很高啊，高八丈，在那个时候的技术要把屋舍建成这个样子是不容易的。可是现在纵使你去朝五台山，你去朝五台山，你会发现他们古
古时候的建筑到现在都非常非常的坚固呢。它那个城墙啊，那个城墙的厚度，那个城墙的厚度有的两米多呢。钟鼓楼的那个基座啊，那个真的是扎实哎，都是几千年到现在的。不是像咱这么那个啥四分四寸壁甲八寸，哦，一块砖啊。以前的寺院的建筑真的是，哎，不是讲百年基业，那个根本就是千年的。话说哈，这个那烂陀寺常住众有4000余人，然后又外容道俗，通吉协镇，乃出万数，而且它的外围这边还容了很多要去学习的人，不管有道俗